我就是在给您涂个防晒，因为我要去海边了。你的近视度数什么？300-350。也知道。涂个防晒。然后就结束了吗？这个流程就可以出门了。按我一般的时候都是画那个眉毛，但今天你的眉毛都这么浓吗？需要修个型，就是需要拉个尾。看起来手法还是相当的专业。那是，也是多少专业化妆师给我画的。但我其实特别不喜欢涂防晒，太黏了。其实这个防晒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过期了，好像去年的。这种会过期吗？会。但是一年也很好。所以你是啥肤质的？混合的，最麻烦的那种，很就是这儿特别油，但是由于这儿特别干，就出的。裤子，拿个外套。